保安寺，进来看一看。他这里也不用收费什么的，然后这边好多算命的。这是卖东西的，那前面基本上都是卖古玩的、工艺品、仿古，我以前还卖过呢。我把耳机戴起来了。看我现在就在通往地的道路中。后面没有人。我也害怕呀，跟着他们吧。黢黑一片了。金色玉。高度太矮了，还得弯着腰在这边过。这个是作为的壁画，文字。现在到了地藏顶高路，我感觉越来越窄。这声音感觉特别远。这边是左边是火车路。哪会不会拍照？我给你们提示，看一下你们的清楚。看，北侧，把一个位置照在这里，上面会有一个字。
真的算阎王之一的武干王。功德箱，这里最黑了，这里。这是干啥的？这反正就成两半儿了。咋没声音？好阴森呐！我打算往这边看一看。这个地点你看看，这突然有声音，这边是突然之间出其不意，这个字念什么你知道了吗？不知道，评论一波。十个人也九个人不知道念什么，继续往前走。是冤狱的，还有24孝。这个应该24孝，这个到了是深渊狱。这个场景，这个声音。